第1004集，见条魁还想再说，方平淡漠道：“田部长全家老少，除了田部长之外，全部战死于地库，就是为了保护你们口中所谓的蝼蚁。田部长之前征战至本源道义散，也是为了保护你们口中的蝼蚁。你们没资格说这些。60年来，田部长征战数千次，每战必以赴死之心出战，这一生重伤的次数比你们那些所谓的强者多无数倍，到头来孑然一身，一无所有，只求解甲归田，能享受几天太平。这样的强者我们称之为大宗师，你们一群自以为是可笑至极的老古董罢了。”田木哼了一声，没好气道：“少拿这些当老子的战功，这些家伙也不配和他们说这些，他们没这个资格。亲人战死，那不是战功，在他看来，这可以当成和老张这些人吹嘘的资本，可绝不是眼前这些人。为何会是和老张他们吹嘘的资本？因为在新五人眼中，家人战死，在地窟战死，这就是他们坚持战斗下去的理由。可在这些人眼前，这些人甚至都不配知道他们为何而战，没这个资格。老子家人战死也用不着和这些家伙提一句，因为他们压根就不懂什么叫坚守。”方平笑道：“也是，也许在他们看来，家人战死了好啊，大道无情，杀父杀母，杀妻正道，多好。指不定当年这些人为了修炼，真的屠杀了全家呢，谁让家人是蝼蚁，是羁绊呢？”徐炳叹息一声，轻声道：“方部长、田部长，不必如此。老朽说了，这是吾等和你们所处的时代不同。”“也许吧，不过今日人类有此难，和你们脱不开关系吧，或者说和你们高高在上的真神大帝脱不开关系。你们算是帮凶，若是你们在危难之初出手，我还说一声先祖们有担当，是条汉子。咱们一起并肩战斗，哪怕战死我们也认了，可你们有吗？”方平嗤笑一声，摆摆手道：“算了，不提这些没有意义的事。在大战即将到来的前2年出事，就冲这个时间点，你们就是祸害。祸乱的根源其实就在于你们，这一点当着你们的面，就是这话，你们这群人都是祸乱的根源，是毒瘤。玄冥天地是大型毒瘤，你们就是它扩散出来的小毒瘤，反正都不是好东西。”“你……”“别你你你了，我说的直接了点，可这样开诚布公，咱们才有的谈。”方平打断了条魁的话，笑道：“还是回归原题，你们想开山立派，招收门徒是吗？”“不错。”徐炳也不想再纠结于之前的事，迅速道：“此事还希望仁皇和方部长可以允许。”换成之前，他的想法是直接开山立派，天外天出是招纳门徒，凡人知道了还不趋之若鹜，哪怕仁皇恐怕也无法管这些。可这时候他知道也许行不通了，他们根本没有自由可言，而且如今的人间界，人皇的统治力极为惊人。来的路上他们也问了一下，什么五大，在他们眼中就是人皇的门徒，居然遍地都是人皇门徒。军中武者居然都是另外一位真神的门徒，武者都已经进入了各家真神门下，如此一来，在人间界开山立派就有点难了。昔年可不是如此，人皇这些人哪会照收如此多的门徒，三五人十来人这就是极限了，而今却是几十万几百万，有教无类。这下子徐炳觉得恐怕要想点别的办法了，要不然这次哪怕是大帝之尊，也许也会出现无人问津的情况。想到这儿，徐炳又道：“必要之时，大帝可出关，帮助人间界击杀一些强者。”
苍平笑道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人前显圣嘛，显示一下大地的存在感，标榜一下大地的强大，吸引人投入你们门下，是这样吧？别说我说的直白，事实就是如此，不是吗？徐炳没吭声，方平敲着桌子笑道，其实不是不行，不过我要说几点。第一，中品境以上武者不许招纳。第二，不管什么大帝来了人间，那就要归属于政府管辖。第三，该征召时你们就得出手。第四，不得无故进行私刑，什么直接杀了你们的门人弟子不存在，真要有罪可以交给政府处理。第五，谁家想开宗立派，那就要镇守一窟。第六，所有门人弟子每星期，就是每七天，必须要上一次教育辅导课，政府会在每家安排一位导师教授，必须要上。第七，门人弟子包括你们，每年每月都会有任务，比如击杀多少人，我是说地窟武者，这些都需要按量完成。第八，等我想到了再说。当他说完这些，徐炳脸色已经铁青，这还算玄冥天的门徒吗？方平却是补充道，对了，忘了说了，你们的总部要建立在地窟，我们可以把现在一些已经打造完成的城池转让给你们，当然需要支付一定的代价，地球太小，华国太小，容不下你们这些强者，不过你们可以出入地窟，前提是报备即可。别觉得这样不好，这样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，以防我们当成地窟入侵，直接击杀了你们。我们为了打下这些地方，是真的牺牲了千万人，现在给了你们，这要是都不满意，那我们无话可说。他在说着，田木迅速传音道，地窟让给他们。方平也传音道，把他们揪出来，躲在33天更危险，在地窟好歹我们还知道他们的行踪，可在33天内部那更难监察。田木沉吟道，可如此一来，一旦他们和地窟联合，联合也比里应外合强，我们安插了人手便是了，也好利用他们的强者为我们夺取资源，培养人才，华国人口太多了，真要都靠我们培养得过来吗？可那样一来，进入的人类一旦被他们培养强大，你确定还会和我们一条心？有些东西还是要放在明面上的，我们不答应，他们也许暗中会培养一些人，这更危险，还不如敞开了，这样起码知道他们培养了谁。我不是说了吗，按照军中模式，每个星期上课总有点效果的，大家毕竟都生活在现代，你觉得他们真的会听这些老古董洗脑？什么大道无情，给人家大地当走狗，你觉得这事可能吗？方平压根儿就不信，现代人类从小到大接触的东西太多了，还真以为是当年呢，你强大就给你当狗，想太多了。一些人可以为理念，为了梦想，为了未来而听你的，可要说为了给你卖命去送死，大概是没希望的。不排除有人跪下了就站不起来，可这些人方平也不是太在意，就这些跪下了站不起来的人，短时间内能成为强者，开玩笑。那天部这边怎么办？没差别，天部也不可能让大家一直待在这儿，暂时征召就是了。难道您这些人来了天部就一直在岛上待着了，无法时时刻刻监管他们？那就给他们想要的适当的自由。方平说着又道，给他们一点空间也不能逼得太狠了，把一些难啃的骨头丢给他们，他们才出山这么多年下来还能有多少储备，想资源不去杀不去抢能行吗？不来人类世界，那自然只能去地窟，实际上我们也穷，他们也未必看得上，还是地窟有钱，当然要去地窟抢劫。绝巅不入外域，这么一来岂不是让他们斗去，死一个算一个，最好把他们安排到有界域之地的地窟，让他们彼此火拼去。
界域之地33天地窟，这三方强者真要起了冲突，大混战才好。至于我们，守住我们的地盘，守住地球就足够了。地窟真丢了，其实也没什么。你小子心挺黑。方平无语，我怎么心黑了？他们自己要开宗立派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地球就这么点大，不许吧，那肯定有矛盾；允许吧，都是强者，这么点大的地方，而且生活着这么多普通人类，那还不得乱了套啊？想来想去，塞到地窟去最好。至于他们所在的天外天，方平觉得，如果能被掌控是最好的，不能的话，尽量想办法摧毁。这些地方是隐患，给这些老古董找个新家，这些老家待腻了，指不定他们就不在乎了。那你和张部长他们商量吧，这事我不管了。田木摇头，算了，随你们怎么弄，真要让这些人去地窟也好，华国地窟入口多，总共25个呢，现在开启了24个，让出去7-8个的话，华国压力会大减。至于这些人联合地窟，该做的防范会做，可短期内他们应该不会如此做。地窟那边和人类也不同，未必容得下这些老古董，二王要出事都被一大批人盯着，现在这些老古董想加入，就地窟那些强者能答应才怪了。方平和田木传音，徐炳和条魁对视一眼，很快徐炳开口道，此事老朽需要回禀大帝，等大帝准许。方平笑道，那是当然。说到这儿，方平问道，徐前辈，天外天到底有多少个？都是地级强者在坐镇吗？徐炳对这个倒是没什么隐瞒，之前他们的目的就在于借力打力，铲除对手。闻言很快道，昔年神魔末期，世间共有天外天22处，天外天是一方势力，另外便是帝皇神朝也是一方大势力，还有一方便是闲散大帝真神，比如北海大帝，这些人后期好像都建立了宗派，其实严格来说还有一方势力。还有一方？方平意外道，哪一方？天界之人。徐炳解释道，天界当年覆灭，可不是所有人都死了，当年一些皇者的门人弟子并未死绝，有人逃出了天界，曾在帝皇时期活跃过，不过后期这些人也都销声匿迹，不过未必就彻底覆灭了，这些人也许有他们的目的，皇者消失，天界消失，也许他们是知道原因的，他们活下来也许是皇者们的安排。那当年有多少皇者？这个老朽只知帝皇人皇。天界的皇呢？天地人三皇。徐炳摇头道，天界并非某一位皇者的独属，而是诸皇共治，帝皇人皇一说也不过是后期的事，实际上只是分属罢了。老朽的意思是。方平笑道，哼，明白，就是挂个名嘛，所谓人皇帝皇就是挂名的领袖，实际上还真未必在地界和人间界，对吗？不错，正是如此，帝皇神朝也并非帝皇本人开创。这么一说我就懂了。方平正说着，徐炳忽然道，老朽虽然不知，可苍帝必然是知晓的。徐炳解释道，老朽曾听闻过苍帝、天帝之名，传说这二位大帝昔年都生活在天界，和诸皇有过接触，天界消失之后，这二位大帝才出现在地界，老朽毕竟只是道听途说，有些事儿也没资格知晓，倒是苍帝知晓的必然比老朽更多。方平无语，知道个屁，这只懒猫该忘的都忘了，
不该忘的也忘了，除了睡觉就是吃，猫不如猪，问了也白问。不过这时候倒是弄明白了一点，苍猫这家伙真的是老古董，超级老的那种，和皇者有过接触的，之前就听说过，现在证明了而已。苍猫说他当年一觉睡醒了，捡到了很多神器，不是就是天界消失的那一战吧？按照方平的猜测很有可能，要不然神器很强大，一般人可没有，就玄冥天地这些人有神器。而如果是天狗内战，那苍猫就不会说天狗借走了他很多神器，显然天狗借走神器的时候还活着。这只猫神了，当年也许是皇者交战，他没事就算了，还捡了神器，这算什么？连天界都打没了，禁忌海都打出来了，结果一只猫没死，迷迷糊糊的一觉睡醒，捡了一堆神器，继续换地方逍遥，继续睡觉，这样的猫生真的够悠闲的。其他人都在争渡，这只猫是自己不渡，你能奈何？方平很快道，那22处天外天现在还剩下多少？不知啊。徐炳见方平不满，叹道，真的不知，连大帝都不知晓还有多少天外天没有覆灭。当年一些大帝死在了那一战中，一些真神也都覆灭，玄冥天原本也有真神境强者，结果全都陨落。有些天外天如果没有真神和大帝存在，哪怕当年有人没死，没人帮助他们沉眠，现在也老死了。沉眠那不是谁都行的，没有绝巅的实力帮你封锁契机，封锁生命力流逝，不是说你睡觉就可以不死的。几千年过去了，死了才正常。